然后看这里啊、哦，他说设有11个数值，他平均数是几？ 67。发现这11数当中有一个数字是 77， 必须要剔除。扣除掉这个77之后，剩下10个数字，问你这10个数字的平均数是多少？哎，你看一下，有11个数字，它平均是 67， 所以把11乘上 67， 这是11个数字的总分。其中我们发现到有一个数字是几？ 77 是多算的，要把它扣掉。扣掉之后剩下几个？ 10 个，再把它抓起来除以几？ 10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除以10之后才知道平均才是几？ 66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把这边看一下。